这就是最后一颗核心了，大家上吧。凌云之石，凌云之石，凌云之石，凌云之石。凌云之石，凌云之石，凌云之石，震撼八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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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核心已脱离西戎秘术控制，没必要在此多做耽搁。好，你带路吧。接下来就是到华虚国本土了吗？
竟连此处都……木叶姐姐，通往国土的路呢？这个装置便是通往国土的器具，只是……看来，这应是相柳和共工他们为防追兵而做的破坏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，应该是想延长自己登天的准备时间。现在若能登上国土，应该还来得及阻止他们。那我们怎么可以被困在这里？这装置不能修复了吗？沐月，这装置似乎还能运行。应是他们也不明白此装置的运行方式，或许只要将它复原如初就成了。嗯，动手吧。这里就是华胥国啊。我回来了。华胥国有座祭坛，是通往天门前最后一道关卡，由结界固守。祭坛在我国最高处，相柳与共工大哥应该是在那里。
怎么有这么多石像？这些石像都是我的族人。木叶姑娘，这些石像是栩栩如生，但你说他是你的族人，这又从何说起？绝地天通之术实在太过浩大，实行时所需的灵力超乎想象，除了主技辅技，为了使阵法顺利施行，我族人不惜献出全身灵力，集合了华胥国内所有人的力量，最后总算将华胥国导引至天门之前，让祭坛上的主祭成功封印天门。国主、长老、季昂姐姐，还有我的族人们牺牲了生命，他们的魂力一个个飞升天际，成了星子，而肉体则化作这一座座石像。原本我也应是其中一座，但那时姐姐临时带我入阵辅祭，我因惊吓太大错过了施术时机，没能与族人一同为天下贡献灵力，最后整个华胥国只剩下我一人。我这下子才真正明白，为什么木叶总是看起来那么孤单，那么寂寞的模样。若是这样，更不能让相柳和公公破坏了这些用华胥国人牺牲所换来的人间。如果不快了结相柳和公公这件事，恐怕人间从此不得太平。司空兄弟说的没错，赶紧继续前进吧。没错，木叶姐姐，我们快走。Thank you.
凌云之势。